其实不止限价措施，还有购买条件的各种限制。我从去年到现在，在你的节目也好，在其他媒体上也好，我都公开主张呼吁大陆啊各级政府一定要降息、要松绑，这是松绑的一环啊。这样是松绑。松绑的一环，因为过去哈、啊、这个买卖价格有限制，对，然后买卖的数量有限制，买卖的资格有限制，这个都是违反市场法则。 你违反市场法则，你现在囤了一大堆烂尾楼，什么烂尾楼就是存货。嗯，我们在节目一直给他解释给他听，说存货的循环跟去化本身是经济上很重要的一个动能。那你把那么多的楼市的存货，靠着限价、靠着限量、靠着限资格，把它卡在存货里面出不去。我举个例子，现在三星不是记忆体半导体囤积很多存货卖不掉吗？你就跟他规定说。 你价格不可以低多少卖啊、哦？你的卖的对象不可以超，有谁才能买？然后你卖的这个，哎、欸，这个资格也要限制，谁要买啊？卖不出去，只好跟鸡蛋一样拿去销毁。对，那你螺丝要销毁？<laughs> 炸掉吗？就是嘛，放久了还是会坏，因为你一个房子没有人住，不是你没有人住就没有人管理跟保养，没有人管理保养的话，你水管就会出问题。 你的排水设施就会出问题，你整个社区的环境卫生会出问题，这个就变成什么鬼城,鬼城？鬼城，鬼城就变成什么？变成美国的哈林区，纽约的哈林区，美国纽约很多鬼城啊，而不止纽约，全美国各大都市里面都有鬼城啊。那为什么？就是存货啊。那你现在中国大陆面对这么庞大的存货，这个存货是累积庞大的资金。 累积庞大的资金，不是囤在老百姓手上，一种叫做闲置资金，就是囤在银行里面的闲置资金，不然呢，囤在地方政府闲置资金，那你一收税收不到，第二个你要产生很多的民怨，所以你不要考虑什么重新考虑楼市限价，给我全面解放。可是这个好像担心的是说，全面解放之后，这个房价会崩跌，那造成了经济更可怕的一个海啸。你你现 什么价位以下不能卖，它就不会崩跌吗？所以限价是限这个楼地板还是要限？不是没有意义嘛？你现在是在去存货化嘛？对，以前是去杠杆化，现在去存货化嘛？嗯、那你去存货化有那么多限制，或存货怎么去得了？<laughs> 你要去几年？这是个你的速度会不够快？不是够快？你现在是赶快让经济活水，对不对？房子卖出去，资金回收，然后才去盖新的房子或做其他的项目，这样子才不会把这个资金冻结在这上面嘛？ 你现在是整个经济的动能被冻结在房地产上面，后果难以预料、嗯。就是冻在这里，后果才难以预料。对呀，但是看起来现在中国大陆还是采取比较相对温和的方式在处理哎呀，他们就是让老中医师啊，包括央行说要加大对经济的政策支持，但是这个政策，呃，我讲过几次，那个叫加什么大，对不对？对，一直加大，说我再加大一点，所以它这个。 就是加大。像中医师一样，你这个月来看病啊，哎、哦欸，好吧，我给你一个黄芪凉凉，下个月来，哎、欸，看看，哎、欸，凉凉半，哎，这个我们这种西医出身的人，我是急得不得了，赶快治疗了，赶快回家去睡觉，对不对？啊，还还养生啊，哎呀，养生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养生措施。 你到底是医生还是养生？<laughs> 先讲清楚啊！<laughs> 你现在到底是生病还是只是在保养？对，现在是生病，生病治疗。你确定,、啊、定他生病？确定他生病要治疗。可是看起来他觉得病况有好转，所以就是慢慢治疗。病况好转，你看哦，这个大规模企业的利润、嗯、目前呢，跟八月同比增加十七点二趴。就是工业，我现在讲的营建业、地产、地产，嗯、而且地产是很重要的民生工业。 它带动行业非常的多，这工业通常大概指的是出口行业比较多，制造业比較多、嗯哦、制造业多，不是原则上来讲，工业是包括制造业跟银建业，定义上是来这样讲是这样子的。但眼看着它这里面很显然没有包括银建业，嗯、不然怎么可能利润增长十七点二呢？嗯嗯、现在银建业都要赔钱，好不好？对啊，被它量量体被它拖就拖垮。<對>不过我们来看这个数字，就所谓的呃制造业。 同比增加十七趴，对，看起来是利润增加了，对，但是营收好像没有，对啊，对啊，同步增加，那所以这是 cost down 吗？诶，这个不叫 cost down 啊，哈，这个因为你营收的状况还还是在维持在一个一个衰退的一个状况，营收，可是你那个这个利润率有没有哈？已经慢慢上来了嘛，哦，最严重的时候是衰退二十二点九个 percent 嘛，那现在仍然比这个。 标准来讲，还衰退十一点七个百分点，但是总是增加的嘛？对，往上走，看起来是往上走的这个趋势。对对对对对啊，嗯。好，这是制造业的问，会不会他觉得说制造业看起来有改善了，所以这个地产的问题没有没有那么迫切？这两码子事好不好？哦，不会胡、啊。比如说哦，你肩肩膀酸痛，我给你治肩膀，嗯、你说改变说我脚的痛，不用治，嗯、这是什么道理？嗯、我听不懂。就。 痛一个地方还好，痛两个地方就觉得很痛。这 <laughs> 不是医生的原则，哦、不是不是医生的原则。哪里痛就应该针对那里，赶快治好就對了。对啊，痛都治好就好啦，嗯、对不对？因为现在真的还应该算蛮痛，嗯、因为恒大这件事情看起来就是一直歹气拖棚，没有办法有一个最终。比如说最近的这个三百五十亿，你也只有他一家吗？嗯、你有地产公司有问题只有他一家吗？恒大门、嗯、对呀、啊，恒大们，加个门对啊，s,、嗯 <S, S 恒大 s e v e r g r e e n S 啊，中国房地产危机没有升级，嗯啊，但是在缓和中，嗯缓和缓和的证据就是碧桂园股票涨了嘛，嗯好，哎有买碧桂园股票有赚到钱的，记得要赞助来抖内一下来抖内一下哈，我我那个在那个什么那个 m e r 哈，那个纽西兰三妹的那个三妹三妹三元小课堂里面，很早讲说要买。 碧桂园的股票，要买碧桂园的房子，他们问我：「恒大，我恒大就不讲了，我就不能够落、哦、落井下石嘛啊。那我说买了赚钱的人哈，要懂内，嗯、就走过来跑来很多懂内吗？对对对,對,對、哦。那这里有买赚钱的人，也记得要懂内啊对，这里能够买到碧桂园比较少。嗯、<laughs> 那恒大取消三百五十亿债务重组，嗯、就是借新债还旧债。嗯，那他因为在海外这一次的发行新债的。 这个效果不好，嗯啊、哦，他的投资银行没有帮他处理得很成功，所以整个一团就没有办法取消，所以就可能会进入清算阶段，哦，就是破产的意思了，欸、不完全是破产，哦，破产就直接拍卖，嗯，那清算就是说破产之前，嗯，剩下的东西慢慢清算，嗯、有点像紫光集团这样的处理的方式，但能不能这么好，我不知道，哦，因为我没有看到他很多财务报表，他的财务报表现在。 好像也也没再公布了、嗯、啊，没再公布。国家机密啊，也不是国家机密啊，因为在交互病房嘛，<laughs> <laughs> 看不到病人嘛。哦、嗯，那这个房地产危机升级哈、啊，应该只是恒大危机升级，不是整个房地产危机升级。哦、我知道各地方政府很努力在处理，所以有,有很多地方像郑州啦，很多地方呢，房地产呢已经没那么严重，慢慢在回温了啊。那恒大集团的问题出在于说，他为什么那么多资金在海外？嗯。 啊，那你这么多的资金在海外，你有藏匿多少资金？啊，这个金融界都认为说，恒大的高层有藏匿在海外很多的资金。那你为什么这些资金能够藏匿到海外，账上看不见？那能不能压迫他们把它调回去？嗯、像早期的明天系的哈、哦，那个肖建华啊，他们当时啊，这个在海外藏匿很多资然后后来肖建华好像被双规还是怎么样子的，嗯、就乖乖的哈、哦，诶、哎，在他的这个。嗯 哎、套房里面慢慢去交代啊，我哪里还有钱，哪里还有钱，通通吐出来啊、嗯，大概是这样的情形。所以同样的状况会发生在许家印身上，因为现在据说他也已经被监控了，嗯、这是彭博的报道，说也是要请他把海外的资金吐出来。监、哎、视居住没有没有没有监控了，监视实说、哦、他能在这个限制住居、哎，限制住居而已了哈。嗯、<那>先给他一点压力啊，啊，对一点压力。如果你要。 吐回来的话，啊、那我就對對對就让你慢慢吐。如果你没有的话，嗯、就会继续施加压力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就可能会会积压或什么东西的哈。所以现在他还在处理当中呢。那这个可能要点时间呐。所以有恒大的债务人呐、啊，恒大的购买物人就會有点痛苦的时间。不过我也不得不说，大陆政府哈，现在是在收一二零一零年的烂摊子。 二零一零年，当时大陆哈、啊，因为处理二零零八年的世界金融海啸，所以当时有有太过于开放，啊，印了太多的钞票。那最经典的时候就说，哎，为什么这么做？我始终不理解。就说照道理，恒大是一个房地产公司，他竟然也可以开恒大人寿保险公司。哦，oh. 恒大人寿最近才被人家接手啊，被一个国营企业接手。 一个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，虽然讲求是市场经济，那中国大陆也讲求现代诶、呃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啊，要有市场经济的元素。但市场经济的运作，可能中国政府很多观念没有那么进入状况啊。什么叫市场经济呢？市场经济本身，市场是有些地方是它区隔的。地产公司怎么可以经营金融事业？我们台湾就是地产公司经营金融事业出了很多问题啊。 已经被骂翻了。自己的银行借借给自己比如说，王玉云不是中信银行嘛，嗯、王嘉和中信银行嘛，他自己在搞房地产啊，然后又有个银行啊，那你等于是从自己的银行借钱来盖房子啊，那盖房子出了问题了，也有你银行的跟着倒了，那银行倒的是存款人的钱呐、啊，不是借款人的钱呐、啊，存款人是一种债权哦，那你现在这种债权跟另外一种债权性质不一样，在经济学的理论上面是。 这是两种不同的债务，这种不同的债务市场要做区隔经营。好、哦，这个我的老师叫 Tom Sharon 哈、哦、啊，他很早的那种冲突博弈理论里面就讲了这一点了。那这一点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后来美国一直在做区隔，原因你，在这里。当然，美国区隔也过度了啦。哈、哦，就是说，你看到、哦、美国的银行基本上银行的高层没有人在做产业的，嗯，他产经分离的，对啊，产经分离，他就说。 你是如果你是这个银行的股东，比例不可以超过多少？但你是银行的股东啊、哦、的话，然后你就不能够当这个银行董事长。它有很细腻的一个规范在这里面。然后再来第二个呢，就是说，那你如果是哎当银行的董事，可以，然后你要表明跟你有关系的这个董事会，议，你不可以出席，不可以投票，啊，你意见都不能发表，所以去。 但是恒大竟然还可以掌控一家人寿保险公司，恒大人寿。那大陆上有这个问题，很多的，诶、欸、还好，这个我不得不说习近平的英明哈、哦。这个阿里巴巴本来要搞蚂蚁金服集团，啊、哦，他是阿里巴巴是产业，就是一个一个电商产业啊、哦，一个互联网的产业，做的很成功。他现在跨到金融公司里面去，去搞蚂蚁金服。但你知道，电商公司收人家钱卖东西。 跟你在蚂蚁金服收人家钱去赚钱是两种不同的市场，在资本主义的严格理论上面，这种市场都要切割开来。也就是你马云不可以当蚂蚁金服的董事长，你两批管理股东要分开。那你即使股东有重叠，每一个股东金额不可以超过多少，不可以有控制权啊。所以蚂蚁金服被叫停哦，那是因为马云自己嘴巴大哦，就惹怒了北京高层、哦、但是停止他 IPO。 接下来整顿，要他用金控公司的法律追到大陆去。到大陆上的金融业从现在开始要开始整顿，就是金融业的高层，国营事业当然没有这个问题啦。哦，因为国营事业如果即使是产业来投资的，他真正的老板不是那个国营事业的产业部分，真正的老板是政府高层。哦，那就没有这个问题。哦，但是如果是属于产业像阿里巴巴，他就不可以经营银行。啊，那你经营银行去投资产业，你也不可以去控制产业。 一定要做产金分离啊、哦！这个、这个是一个很细腻的一门学问。那大陆现在吃的这个苦头啦啊、哦！你看很多的呃，这个房地产公司啊，他也是介入银行经营，去买银行股票啊、哦，去控制银行，这都不对的。好啊，所以所以因为你买房地产跟你的债权债务关系，跟你的存款人或买你银行人、寿保险公司保单的人关系是不一样的。 好、哦，这个必须要做，你不能把它都啊，你都是消费者，这两两码子事。那个债权债务关系是不同的市场，所以切割开来分，分分离经营啊啊！美国当然更严格啦，连那个商业银行、投资银行都要切割开来那是有点过度了哈、哦，有点过度。但是这是一门很专门的学问，如何做区隔，如何做切割，这是很专门的学问。所以恒大，你只要看它，恒大人寿，现在有国营的人寿保险公司接盘，你就知道说。 以前这个在二零一零年以前，这个政策是错的。那现在等于是前年没前人没有做好，像没有想到这一点，很多什么明天系有没有？肖建华的明天系，天系他底下金融机构一大堆啊，嗯、啊，他底下的这个什么实业公司一大堆啊。那以前大陆上没有去切开来，我不管你是什么系哦、啊，你是哲学系，你是物理系，<laughs> 不管产业系跟金融系就要切开，就这两个系就是不能够一起不能一起搞啊，不能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 OK 啊，因为两种资金来源的性质，债权债务性质不一样，那不一样你就被切割。金融我,我一直在讲的，就是你产业界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可金融界是一手交钱一手交钱，两边都是金融，首先性质完全不同，买卖物件标的完全不同啊。所以你如果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，你可以随便拿哦。你今天可以可以这个卖电视机哈，你明天可以卖果汁机，后天可以卖扫把，没有人管你。 但是金融业不一样，你今天给我钱，我发你一张保单，我明天要给你钱，所以钱跟钱的交易、哦、股票也是一样的，然后银行更是，我给你存款，明天我要提款，哦，所以这个性质跟那个物品的买卖不一样，所以经营一定要切开经营，商品交易、金融交易，这个是概念不同。对对。對對那恒大能够处理完，不会影响到其他这个恒大们的后续吗？分别都在处理当中，都个别处理，个案处理。對,对对。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大陆上些海外有发行，重点是这些地产公司海外都有发行债券。现在只有两家，一家中骏，一家宝龙还没有出事。我认为中国的金融系统先要保住这两家，证明人家说这两家以后不会违约。好，即使有债务要延缓个半年一年没有关系，不会违约。先建立说，不是以后听到中国地产股的阿弥陀佛，国际信用的建立是很困难的。 所以先确立这两家要把它保下来，大陆要想办法哦。第二个就是说，你把碧桂好好处理，就是出了点小状况的，你要治疗的很成功。哦。那这种大病呢，你要懂得开刀哦。所以要分开，你要开刀啊、哦、啊，不必呃要住院的治疗的，开刀治疗、住院治疗、门诊治疗都要分开来看来处理嘛。哦，像那个那个只看门诊的，就是那个什么宝龙跟中骏，哦、对不对哈？哦 然后住院的住院的是什么？哎，是碧桂园开刀的是恒大，这样都听懂了哈。